童剧，你看很多的道具，很多的一个美学会在里面。第二个，儿童剧里面会教孩子很多寓教于乐的一些做人做事啊，或者一些理念在里面。今天我们要看的剧码是什么？什么？绿野仙踪。好，绿野仙踪，我们的绿野仙踪的主角会是谁？故事书我们再看。陶乐斯哈，那今天陶乐斯呢，又有陶乐斯的家被追走之后，带着我们的这个想要有新的这个洗衣机器人，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是谁？主角还有谁？狮子的一个很胆小，但是想要变勇敢的狮子，还有一个是谁？稻草人哈，他希望稻草人希望他也有脑哈。好，在这个故事最后要告诉小朋友一件事情，我们周遭的朋友如果有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请你要伸出你的正义之手来帮忙，这样好不好？好不好？还有我们彰化的小孩子都是最棒的，对不对？等一下表演的过程中，你可以哈哈大笑，但是可不可以乱乱吵？不行啊。好，那我们要公布哦，如果表现很好，我们就继续再安排更多的儿童剧给大家看，好不好？好啊。好，来，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我们家长对于教育的一个支持哦。那我们会持续努力让彰化的教育力更好。那在4月23号，除了我们这8场次之外，我们在4月23号是我们今天300大放异彩乡镇巡回最后一场了哈。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参加过，但这些场都很不错。4月23号是在圆明园的哈。那它的晚上是一个深深剧团，那要来演出《希望之翼》，也欢迎我们大朋友们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很愉快的下午，能够大家聚在大村乡哦，看这个剧团哦，我相信是最好的艺术一个艺术养分了哈。那想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哈，那我们在未来我们在登山步道上面哈，我们已经在着手的规划了。那我们第二个规划已经在我们村上这里已经规划在一个共融式的亲子公园了，都已经在规划了哈。相信我们大村乡公所啊，跟彰化县政府未来会在儿童教育、儿童环境上哦，做更大的努力，然后跟支持啊，为了孩子，我们孩子的栋梁哦，那我们要好好扎根，给他好的环境跟学习的好的环境了哈。